才将心酸放乎伊，往事难随意，怨叹伊别人的话，咱只要做家己。现实像霜风寒流，这一切无法度照天，不如就想想好开，看好破拢嘛无所谓。有什么怨气，甲天好甜甜，干杯甲吹落去。机会来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什么？无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，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有什么怨气，甲天好甜甜，干杯甲吹落去。机会来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什么？无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，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有什么怨气，甲天好甜甜，干杯甲吹落去。机会来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什么？无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，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阿爸买这玩具给你啊，你看看，看你有喜欢无？喜欢。对啦，啊，你有听恁阿母的有乖无？有啊。有哈、哦。啊，恁阿母嘞？阿母，阿爸倒来啦。因为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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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为什么呀？您做这个要美丽的，嘿啦，我跟您做一做。我要来去睏啊，明明，我知影你为着我甲副座停职查办，伫咧生气。不过你嘛是迫于无奈，秉公处理啊。若是讲吼，你有选择的话，你嘛无希望安尼对待李副座，对不？叶大主管啊，你这些官场的话，我已经听甲生气啊。我拜托你，给我较安静的，使袂？请你较理智，听我解释哦。我讲无够理智哦，我如果不够理智的话，我早就不要跟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。我要是不够理智，我早就物件款款搬走去啊啦。搁爱徛店遮，听你伫遐碎碎念，讲迄有诶无诶，假身委屈，自圆其说哦。陈明雄是通缉犯，副座是警务人员，伊安尼做是地外犯法，我安尼做是公事公办，我是安怎都爱自圆其说？是啦，你是公事公办啦，你有理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你无情啊！你嘛想看卖呢？自从你第一天破格升职来到我们土寮乡。李副座就跟着你枪林弹雨出生入死，他是从来没有退缩过，从来没有畏惧过，哎，还帮你立了不少的功劳，破了不少的大案子。他就算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嘛。他现在只不过是一时之人，错放了陈明雄那个混蛋，你也太不念旧情了吧？说查办就查办，说停职就停职，你怎么那么无情啊？哎呦，阿丽啊，你
你妈妈会安尼，英叔会安尼，所以是主管呢，伊嘛是为困难的所在呀。有什么困难的所在哈？啊，他只不过是抱走了陈明雄，那又怎么样嘛？人家陈明雄现在是过街老鼠，又不能再兴风作浪、为非作歹了。啊，早晚怪该抓回来的嘛。李副做的无同啊呢。如果说他真的被人家撤职了，他这一二十年在警界辛苦累积的劳苦，都要一笔勾销哎。我再讲，你起码都四十外岁啊，告诉公后摆你袂当搁做警察，你讲搁要去做啥哈？上重要的是哦，你敢告民主，大跌土疗乡啦！你安尼做，不是逼他走上绝路吗？好啦，阿敏，英叔啊，其实阿敏啊讲的也无唔对。哎呦，阿宏吼、哦，做一世人的警察，伊拢是奉公守法，而且嘛为咱遮的乡民做真济好代志啊！啊，只干来真歹歹安尼犯着唔对啊尔，啊，都爱付出遮尼大惨痛的教训，哎。我实在替伊吼，感觉足无价值的。即卖毋是干唔得的问题，是伊开始做唔着代志啊！伊是做唔着啥物代志哈？伊是杀人还是放火啊？他只不过是放了一个通缉犯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干嘛一定要毁了他的前途才甘愿呢、啊？明明。我知影你最近甲副座真好，你就是为伊。不管我讲啥物，你都听袂入去。我干若要苛刻，其实伊毋是你想的遐尼简单。你这话是啥物意思哈？啥物叫做副座无遐简单啊？你都已经把他撤职查办了，你干嘛还要在他背后挑拨是非，说他的坏话？我是迄种挑拨是非的人吗？我会安尼讲，我是惊你吃亏上当。其实伊无亲像咱看遐尼单纯啊，甚至对近你，我搁咧怀疑啊，伊是毋是对你别有用心啊？呸！李副座，他才不是你说的那么龌龊呢，我早对伊不爱相信，伊是迄款哦存心不良的人啦。英叔啊，但讲吼、哦，一句话是三十六斤重，你唔同通安尼乱讲。迄阿宏去追求阿敏啊吼，是干来要甲伊结婚啊尔，哪有啥物目的？恁若认为吼，我是生言造语，安尼我无话讲。我干来要甲恁讲，有一挂代志，毋是亲像咱看遐尼简单，尤其是副座这种人。你别走啊！你把话讲好清楚啊！你是不是见不得人家好啊？才在背后故意胡说八道？你想故意破坏我跟李副座，对不对？你别走啊！哎，你咋坑我啦？阿斌，别气到安尼啦！我看英雄吼，应该嘛不是亲像你讲的迄种人啊。啥物不是？根本就是啦！他又把副座撤职查办，又要在背后挑拨是非，说他的坏话。我真的是搞不懂哎，这李副座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他，他要这么恨副座，非要把他说的一文不值，他才善罢甘休啊！是经过鬼门关去洗一人才回来，我就是我会用的看破一切，看破一切的生死，我免不改色
想袂到我同款这尼啊脆弱，这尼啊承受不了打击。你无法度承受，是因为你太爱美丽。其实唔啦，你一个人爱，阮大家拢真爱。可我是上真爱的人，我又搁是一个医生，你想哪唔肯还一个机会试看卖？不管结果是安怎，至少我捌为伊努力过，袂产生即马安尼，只有留一挂遗憾甲无奈。你毋是讲过，美丽会结束家己的生命？是我用心爱的人，痛苦到负担。我讲的拢是白扯，我讲过的话拢是白扯话啦。我讲美丽的死，是痛苦的结束，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这拢是骗我家己的，其实我根本就无相信什么叫做轮回转世的讲法。什么是开始？什么是结束？其实人死，都亲像一杯黄土共款，什么感觉拢无。真正痛苦的，是我爱世的感受，搁深深爱的迄人。我即马要把这号收起啊，后边却也无机会搁穿啊。我捌答应过你，我要身为警察为乐。要毋过明仔载开始，我就无迄资格做警察啦。我若无后悔，我放走陈明雄这个畜生。我若无后悔，来让撤职查办。只要议会内平安无代志，安尼嘛够等。喂，阿英啊，有啥物代志你跟我讲？啊，你老母安怎？哦，好好。我先看过吼。阿爸。是，你即摆人安怎？哦，伊是迄个肾脏病引起的腹膜炎吼，啊，伫咧阮腹膜灌洗，伊即摆病情已经有较稳定啊。多谢。李先生，我是希望讲吼，你若有机会吼，予伊做迄个肾脏移植手术，安尼伊就变定来洗肾，啊，无伊拢推三阻四。医生，我该讲已经讲几落摆，啊，无恁可能清楚，哦。多谢多谢，多谢啊！议会啊，啊，医生讲话你也有听到啦，有迄机会哦，我要赶紧做迄肾脏移植手术啦。你看，我这面是足好诶，而且洗肾吼，即卖用用健保，也免开偌侪钱啊啦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钱诶代志我也来想办法啦。阿母，你听爸的话好不？
阿母已经甲阿爸拖累啊，这样凄惨了。我实在不忍心，搁增加伊的负担。人咧讲哦，有烧香有保庇，啊有食药就行去。啊，你的身体赶紧好起来，哼，我就真快乐啊。你六点车接过恁阿母，阿爸有代志要派出所，真紧就倒转来，哈。嗯。义伟，哎，你是男女不爽快呀？义庆，副座刚打电话来。无呢。老打电话来，叫伊马上来见我。是。屁精，小陈，你唔捌听人讲过一句话，八仙过海吼是随人变通的啦。达人义气嘛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。伊看到主管的权力较大吼，伊就跟到主管的后边伫咧迎风拍马啦。伊想要喊主管吼，到底来拆副座的台啦。就是啊，我们就想看卖咧哈。当初是咱派出所先，佮蔡家一个呢。那副座的吼，花一段心血佮精神来带他，伊唔才有今仔日。伊遐囝饲大只，连猪狗都唔认大兄啦。哼，一个叫做吼菜塘食菜，菜卡死啦。做人嘛爱较有良心的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啥物意思？我是替副座的怨叹啦。猫仔若入到布袋内底吼，就袂出头天啊啦。一个主管不讲理也就算了，你是副座的一手调教出来呢，你既然会帮一个女人吼欺负她。副座对我好，我一定会记的啦。可是我们身为警察，一定要听从主管的命令啊！我不是参一个你所讲的款的啦。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啦。看你讲到安尼，脸不红气不喘，啥人知影你腹肚内底在想啥？那副座的吼，无人停止，主管一定会伫咧咱内底吼，选一个人做副主管。会啦，像你马屁拍得那么勤吼，副座的职位你稳当当啊。你也是跟我别讲。我没了你哦！你喜欢乱，你喜欢乱，你喜欢乱啊！不了，不行了。大家拢是同事，有需要你起卡动手。主管，是的，是我太冲动，我想出手。恁为着什么代志咧冤家？我真清楚，我也了解。你为着副座咧打抱不平，我安尼做是公事公办，你唔通搁再误会义庆。奶奶去巡逻。厝内无猫啊吼，猫鼠也都会翘脚啦。目睭睨睨看，耳孔哭哭听。戆戆等伊脚步声，什么代志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后面的勇气。主管，咱是要去找副座，咱来这要创啥啊？这就是因家。啊！我昨昏偷偷对来到这，竟然我看到因某甲因囝。副座结婚了。你想会到吼？若不是我亲耳哦，听到迄个囡仔叫副座阿爸，我嘛唔敢相信呢。副座已经结婚啊，伊是安怎故意要骗咱的？这哪有可能啊？主管啊，根本是你误会副座哈。副座甲无伫遮，咱来另外大个所在找。
是啊。差侪啦，我请你两茶。免啦免啦，哪搁伫遐执勤了？赶紧啦！我顶个伫派出所，毋是讲过啊，恁来我遮食物件，拢免钱啊。对啦，来来来来来，叫恁食恁就食，叫恁坐恁就坐，恁是咧歹势啥？还丢狗。我今仔日是专工来了。专工来？是啊，阮是洪副座的明明吼，看你有啥物事要到啥工的啦。马小姐，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？真的哦。真正安尼讲哦？是啊，看起来吼，阮副座即个真是去杀到马脚。啊，主管要办伊，伊拢无烦恼家己代志，伊心里面可一直挂起着马脚了。什么马脚？是啊。恁两个是陪咧上啊？吼，连我马明明的玩笑，你也敢开啊？这不是滚笑呢？是啊。你含阮副座的吼是郎才女貌，郎才虎，不是啦，这个背里吼早晚会加上那么一撇的啦。小罗，那个够嘛啦，你看，当时做面拢红啊，太细啊啦。你讲讲。说话受气啊呢，会怕人呢。哎呦，那你嘛好啊，卖看你个创治啦。啊，这么阿红的代志安怎？是啊。副座的吼，讲今仔日要到派出所来自行处分，唔知安怎，到即摆拢还袂出。是啊，啊即摆主管的吼，去因家找伊啊啦，我忙就烦恼的，副座先唔来派出所。警察，这你给我提咧。来来来来，你这么是要去倒啦？我去副座因家啊，我去看麦，若是因叔哦，甲伊为难，我就可以挺身而出，替他据理力争啊。哦。嘿嘿嘿，收啊！加油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看来吼，伊无伫这间厝内咧。唔对咧，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啦。副总唔是了故弄玄虚的人吗？啊，我再讲，陈家丽的嘛是好代志，伊无咱要创啥？话是安尼讲，无唔对啦。不过是我亲目所看，亲耳所听，迄拢是事实啊。副座吼，毕竟有某啊，佮有一个遮尔大汉的囡仔呢。伊昨昏特别吼，拜托我予伊一天的时间，我看伊是倒转来安顿伊的某仔囝。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大公李信宏有某有囝，迄毋是毋是真的？你先等。你紧讲啊，是不是真的啦？明明，你不要激动。副座哈，已经三四十岁啊，算讲有某囝哈，这嘛无算什么啦。什么无算啥啦？伊，他向我示好哎，伊阁叫小陈跟小罗到我的店里来。问我有啥代志要斗相共无？他根本就是不怀好意，想要甲我戏弄嘛。难怪，难怪你昨天会莫名其妙的跟我说那些话，讲什么卖给李新红捞钱，我不要骗去，讲李新红不是我想的遐尔简单。你早就知影吼，你是条都袂甲我讲，想要等着看我的笑话。误会啦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嘞，我怎么会要让别人看你的笑话呢？因为我一直替李新宏恭维啊，我不惜跟你翻脸，也在维护李胜宏，你当然想看我的笑话。我感情这是这种人是，你哪不是这种人？你想哪歪甲讲李新宏有某有囝的代志？我是想要甲你讲啦。不过我希望吼，是副座亲口跟你讲，都不是第三者。混蛋，这把代志拢变了啦！你想要安怎讲，嘛拢会用的。明明，明明，代志咧愈无愈大条啦，你想要安怎？你
红醋啊，啉伤济下啦。袂啦，哎呦，今只十八，这吃阿面来啊，无要紧。多谢。嫂啊，你有找到阮副座的无？你是何意思死啊啦？后摆莫搁伫我面头前看到伊啦。阿敏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哪气阿红气到安尼啦？你知不知道李世宏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呐、啊？他是个大骗子，是个大混蛋。伊都已经有某囝，怕来过献殷勤。阿红自细汉我都看伊到大汉，啊，伊有某有囝，我谁人哪会唔知？他故意要瞒你。你当然不知道啦！好了啦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我又还有什么脸见人呢？哎，嫂啊！事变到安尼，干那袂使叫嫂啊吼！阿红真正有娶某。主管，我相信副总哈，他绝对不是那种临阵脱逃、不负责任的啦。伊会安尼做，一定是有伊的苦衷，才会对主管无信用。所以我拜托主管，给我副总几天的时间。我相信我副总，伊会把所有代志讲给主管知影。今仔日的代志，你嘛有看到啊？你敢要搁相信？副总是一个正直的人士，我相信，就算他真的成家，那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，所以他才会刻意隐瞒我们的啦。主管，我拜托你了，你一定要给副总一次机会，要不然他二十多年的基础就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，同时我们的警戒也会损失一个杰出的警官呢。我给他多久的时间？三天了后，伊若无倒转来甲我开水，我一定爱将这个情形报予顶官知影。目睭睨睨看，耳孔酷酷听，戆戆等伊脚步声。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后面的友谊。恁爸爸是李信宏？是啊。啊，恁妈妈嘞？我妈妈伫边住呢。你去！你遐是咧创啊？原来你真正有一个。看你阿大汉的好心哦！哎呀，你入去甲你老母看几领衫裤，我甲伊讲一下话者。玉清，我问你咧，你若知我遮？副座啊，你是去卖讲阿公哦，哪会知影遮啦？我若知影讲话，你一定是有原因，才会对主管来无信用的。啊！若无以你的个性，哪有可能突然间胖起？原来是恁某破病。副总，你先把家伙顶来派出所，来把主管把所有的代志交代好清楚，让这个事情真相大白。等下我代志处理好，我自然就转转派出所来向主管报道。到迄个时阵都白付啊！主管伊也是，把你放到陈明雄的代志向上司报告，你也去用处分。你给我撤职查办的呢，副座啊，这代志卖搁再拖落去，行啦，咱要来见主管啦。我代志还袂办煞啦，我叫明来，你倒转去啦。你有某囝，有家庭，谁人摆互阮知影？你就不是这路人啊，你不是那路拐弯抹角、隐瞒事实的人。这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
无论什么代志吼，那是我的私事啦。敢讲我都爱拍锣拍鼓，啊来讲王仔，我有某有囝了。你敢知影？即摆全土了样的，拢知影你有某囝。因哪知影？这个代志讲起来是袂通的，远地佬，卖搁再拖落去。你一定爱甲主管、爱甲马姐、甲所有代志交代互清清楚楚啦。敏敏，啊，这甲敏敏什么关系啊？你一边对人嘘寒问暖，一边搁有家己。马姐认为讲吼，是你咧欺骗伊的感情啦。我咧欺骗伊什么感情啦？啊，你这是讲讲要倒位啊？去我拢听拢无。你着最近哦，行走马姐的店，搁啊小罗交代讲吼，只要伊有闲，爱去马姐店看卖啊。所以唔知哦。所以哦，我特别关心伊啦。啊，我是受人之托啦，忠人之师啦，什么变成我这欺骗人的感情？非得这个代志哦。只有当事人想清楚，所以今麦吼，你紧甲我转下来，甲马姐解释个清楚，好不好？免啦，你细行啊吼是愈拉愈臭啦，唔免来解释啦。副处，敢讲你甚物拢无想要解释，要让人来误会你，甚至讲是主管对上司提出要对你的处分。阿爸，物件拢看好啊。副总啊，我即马吼无迄时间甲你讲啊，坐我来电影。副总，你若是阁无转去甲主管讲话清楚，你的前途就完啊啦！副总，父亲，我来讲哦，你莫阁遐对哦，你若无咧听底啊吼，是会拆破面啦。副总，世间无宝，大口是给我歹宝。但是嘛，你有这个机会同我解释，我求你了，你把所有代志，你把主管交代我清清楚楚，好不好？切，我代志好，我需要你的操心啦。胡总啊，以前你别逼我做出我无想要做的代志，好。我实在足无路用的，连提一个杯啊都提袂好。你若要安尼讲的，你即摆人在艰苦，免讲嘛无迄气啦。你爱逐工来陪我，敢若毋免当去派出所？派出所，我有请假。啊，不过拄只迄个阿叔，毋是叫你当去派出所。阿英啊，囡仔人有乜代志？莫讲遐济话，我已经加添你足济麻烦，连你的工课都无都好好做。你吼，即摆啥物代志拢莫想啦，啊好啊，点了静养，啊等医生的通知。也毋过，迄块开足济钱的，啊这笔钱。钱的代志吼，我会烦恼啦，你莫想遐济。阮母仔囝这几年来，甲你拖我汗凄惨着。我实在无想要阁增加你的负担。该拢开的钱哦，是明去省的啦。讲什么负担的，莫遐乌白想啦。代志哦，我来解决啦。阿英，我爸来解决对啊。对。遮尔早就答应啦，还佫打红单哦，讲要休困三天哦。哎呦，拢嘛这个李胜宏，唉，伊最近毋知是伫安怎吼，我实想足无的，无张无弛吼，就对阿敏安尼好得不得了啦。忽然间无张无弛，又佫
分一块某甲一个囝出来。我实在不相信哦，伊是一个这种三心两意的人。你不是讲过啊？有人提灯照路，无人提灯照道啊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咱这摆真正是被一种老实的外表骗去。不过吼，伊细汉我都看伊甲大汉，我实在不相信讲伊是迄种干干巧巧的人呢。那不是我亲目睭看到吼，我嘛不相信讲副座是这种表里不一的人。恁讲的拢无唔对啦，是我家己哦自作多情啊，有眼无珠，看唔到人啦。假是讲吼，李信宏是一个会当托付终身的人。想袂到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大笑话嘛！啊，到今嘛好啊，我可是出了名了，在土寮乡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柄。你讲我哪里还有面子住在这里嘛？回去哦，甲美丽赶快细细的甲开我啦！哎呦，多卡的呀！你无听人伫你讲饭会用的乱吃，迄话袂用的乱讲的，迄七少年八少年，那一天到暗家将迄死拢挂在咧嘴的，安尼是不吉利呢。我若是真正死去吼，我做鬼哦，拢袂放遐李兴宏煞啦。我会予伊哦，日子歹过。哎呀，啊呸呸呸呸呸！你天公伯，天公伯，迄囡仔人吼有嘴无心啦，啊吼，莫听伫咧胡说八道吼。妹妹，我不是故意要跟你冤枉的，实在是这件代志吼，来了足突然的，我连问副座的机会都无，你就拢知影。英叔，其实吼，我下晡想较冲动啦，我嘛不应该对你发性地啊。搁再讲，是你姓洪的唔对，我哪会使讲把迄气算在你的头壳顶嘞？歹势啦，真实的吼，啊你莫甲我受气啦。嘿嘿，你若莫甲我受气，我就谢天谢地啊！我搁敢甲你受气？我即马就有影爱谢天谢地啦。看恁两个安尼和和如初吼，哎呦，但我唔免搁让恁夹在迄中，袂输敢那猪八戒咧照镜子，迄里外不是人哦。英叔啊，你不是要办李胜宏？若是要办伊吼，都要办较大力的，上好，予伊规世人去坐家，让他吃不完兜着走。哎呦啊，落脚面啊！等你妈妈安尼，一天几来款样，啊，你昨毋是才搁为着李胜宏的代志啊，啊，含英叔啊两个都安尼硬拗量，啊，你即摆又搁要叫英叔啊办胜宏，啊，无你是爱伊安怎做啦？啥叫迄李胜宏啦？迄电话在我顶咧白鸡毛，好大胆啦！敢欺负着我妈咪咪的头壳顶呢？哎呦，人讲最毒妇人心，实在有够毒哦！喂，喂，无声，敲唔到个。我来接。夏侯，好啦，我先落去啦吼。哎，我小出来一个嘿。目睭睨睨看，耳孔哭哭听，憨憨等。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老人的友谊。老师啊，哈，主管跟落下面来搞下。因拢伫咧楼顶啦，伊唔知你来啦，你放心啦，来来来，阿姐。尤其是阿敏啊。伊即嘛是气你气到要死的，伊若知影你来吼，伊一定会举扫帚安尼甲你扑出去啊！是讲阿宏啊，你嘛是咧，你明明都已经有某有囝，啊，你都惊阮知，啊，搁要怕阿敏啊？
你唔通看迄个落卡面啊吼，伊普通是安尼，是安尼一个嘴啊，不是安尼叽叽嘎嘎，叽叽嘎嘎。你啊，伊是外表坚强，其实吼，伊是足软弱的呢，袂堪要受一点啊打击，你敢知？你一个对伊安尼吼，伊都拢不爱做生意啦。拄啊才甲我讲，伊要归去死死的较调直啦。你对伊安尼吼，实在足唔对。米老师啊，我即摆想要解释吼，啊解释无落你来，啊我也无想要解释啦。米老师啊，一件代志吼，你来甲我斗相共。什么代志？你讲出来听看卖的啊。啊，就吼是，啊就。哎呦，有啥物代志直接讲出来，莫安尼吞吞吐吐啦。我需要用到钱啦，你哦借我10万好无？10万？较细声咧啦。哎呦，你是搁伫外口咧串号啊，是无啦？无啦。啊，你若无串号，是安怎就摕到10万啦？问题哦，我毋是要摕做歹代志啦。不管是好代志啊，歹代志哦，10万真济呢，你爱讲我听啊。我是要用啥的啊？你也相信我啦，钱紧借我啦。你这，你这哦。你真是不要脸哎！你莫听人在讲，屈死不告状，半死不借钱，一来就变借钱，你还开得了口啊？你许副座义无用途，你听伊讲一个嘛。桌子是方的，理由是圆的，你不要跟他讲，马上赢你。是，教练。嘿，你是真奇怪呢！啊，伊来要借钱是要甲我借，啊，毋是要甲你借的。李胖嫂，你若是敢借钱给伊，你就不是我的朋友。无，你这是算什么？你是因爱生恨呐、啊？谁会这么倒霉，就爱上他、啊？副座，医术。不错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这个是有关系吼，我真了解你的做人，你袂言而无信。你向我要求一天的时间，要倒转去处理你私人的代志，后来你就拢无出现，我就知影，你一定有麻烦。你是不是会当甲我讲？我甲你做伙来解决好。我帮助等你哦，我袂通讲。你若向我处分，我拢会当接受。若是其他的代志，那是我的事事，请你给我留一点隐私权。甲你的某囝有关系吼？警察就是警察，什么代志都知。阿两较捌落胖啊，纸是我都包得火。阮既然才知影你有某囝，你是安怎唔大方，甲大家解释予清楚的？主管，请你谅解，什么代志我拢当向你坦白，但这样代志我确实袂用讲。临时的公文也批来，你再把我通知一下，我来走。等一下，你是要来借钱的是？你钱都还没借到，你就要走？这张卡吼，内面钱无真多，但是有够你记的，密码是8382。主管，啊，你若问我借钱是要创啥，啊，你就要把钱借给我。你拄则毋是甲美芳嫂讲过？你有急用啊？啊，不过我真有可能被撮住，撮住了后我就无头路啊！我哪有钱通害你？我一个人尔，我阁有固定的薪水啊，我免用遮济钱啦。过去啊，主管。好啊，你要讲啥我拢知啦。多谢。会记得替我甲大嫂问好哈。我来走。目睭睨睨看，耳
坎坷苦涩，我孤单伊却无声。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。你让我出去啊！我要去跟那骗子把话说清楚啊！杨秀啊，哈。叶玉祖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明明知道那个林胜宏他得罪我，你还要把钱借给他，你根本就是故意跟他一起来欺负我嘛！明明，你别孩子气了，我借钱给傅作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宏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我怎么会帮着傅作欺负你呢？对啦，迄英雄是咱土寮乡的土地婆呢，迄土地婆吼，拢嘛会保庇人，大家平安无代志。伊哪会去贪我阿宏啊嘞？他没有袒护李正宏，那他为什么要借钱给他？我借钱有副作，那是因为阮的事高，伫个公事上，我已经无法度甲伊斗相共啊。伫私底下，伊敢有困难，我咩人来当无插伊嘞？可是你不要忘了，是李正宏他让我颜面扫地的，是他让我在土寮乡变成街头笑柄的大笑话哎。对了对了，英雄啊，迄道卡面啊讲安尼嘛是有影，迄吼阿宏啊实在有影足不应该的啦。还有，英叔，你想想看，你即马把钱借给伊，伊嘛是摕这钱去倒贴外面的女人跟小孩。什么倒贴？迄人是伊的某甲伊的囝呢，人算讲把钱给因哦，迄是理所当然啦。放心挂靠声。点送你我头行，明明心疼那倒挂，笑笑目屎准手打，感情路咱行到这，会要继续只有加拖磨，放你自由去快活，较艰苦阮来担。含着花旦将阮所有的心声。讲予枕头听，一段袂煞已经几段，淡了又淡。免人怨，为免人欢，放好脚步管家担，天天行到达，拢有音乐声，亲像在叫伊的名，在到底要安怎，想不清个。天空空空。